们不要当笑话，信者恒信，不信者就不要问了。一谈到车牌社会，千万超跑的车主强调，如果你要把它当笑话，大家就别聊了，因为对于车牌数字，他可是很相信。像是他的车牌7879，可是花20000买来的。总数跟你的流年，总数跟流年，我年纪高，三年纪修人，他就三年不到，他会和你的命盘，适合什么级数？31号是大尾，那是做生意靠七号，我进的是大尾。他到底怎么看？原来7879加起来是31，再拿。拿了一般过去在农民历中常见的笔画吉凶来对照，31画代表吉，名利双收，大业成就，适合经营事业。真有这么一说吗？其实还真有人信。中古车行的老板说，还真有人爱挑车牌，才有不久的一位车主，车牌数字加起来是27，对照笔画吉凶各一半。但说也奇怪，才刚入手的车，几乎一整个月都在保养厂，都在维修，都在维修，不是玻璃被打到啦，不然就车子有故障啊，就这样子。对，他后来还有去换车牌。最后他去换车牌了。命理老师命理学，然后去老师去说的数字，然后去选你要的车牌。过去对于车牌数字吉凶观念，曾经有调查民众最喜欢的数字是8695。现在除了这些数字外，还多了笔画吉凶参考，也有网页程式提供民众算一下。虽然这些都没有科学根据，信者恒信，不信者不信。所以要怎么挑车牌数字？说实在的，开心就好。记者王嘉庆、吴怡静高雄报道。